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享受露营。回家住，因为明天早上4:30我要起航去呼伦贝尔，要一口气开到海拉尔600公里啊，所以今天晚上我就不能陪他们露营了。两位兄弟，那我就收了啊。行，好，行。然后你们在漠河大概能待几天？即21号以后。好，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我没回来的话，可能你们往呼伦贝尔方向的话，我们还可以路上碰的。对。我这次出去可能要20天才能回来啊。行，好，那应该能碰上。我虽然没在啊，但是你们在这里有任何事情给我发微信。好的。嗯，想去洗澡了去我那里招待你们啊。行。嗯，那我就收了啊。再见。好，小朋友，我的新朋友，我们俩已经是好朋友了。好朋友要挥手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录一个视频的结尾，明天是6月18号，阿林又忙起来了。到底去忙啥呢？带队呀，阿林线下的老本行嘛。要忙到什么时候呢？他估计要忙到9月份。忙归忙，视频坚持拍，拍一些做领队的生活吧。因为领队的生活也挺有意思啊，也是每天与大自然相伴，也是可以给大家拍风景的。所以朋友们还要给我继续点赞、评论、加转发。那咱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儿了。阿林开着我的江铃福特 T8 就回家，早点休息。今天咱们这个 T8 表现怎么样？动力可以吧？两驱的极限情况下还能够去救援咱们的伙伴，说明 T8 的动力是非常强悍的。T8 原厂设置了 L 档，在极限情况下锁定 L 档，这辆车的扭矩是瞬间上升的。刚才咱们能够成功救援焦糖家，也是因为使用了这个 T8 的 L 档。 T8 的强悍动力是源于第五代福特飘马发动机 2.3T 搭载 8AT 的采埃孚变速箱，它的功率输出是128千瓦，最大峰值扭矩是430牛米，妥妥的轻客领域里的公牛第一名。公牛，公牛谐音就是公牛，特别牛。